赵孝谦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在下赵氏汉臣，乃赵氏皇族高祖之孙，武昌节度使蒲王之子，曾经受封的就很多了，什么武昌军节度、鄂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、光禄大夫、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还曾经是巨鹿郡王。如今我只是吴国公。赵氏汉臣，新月吴江府文书之女谢小满，诚心求娶汝为吴之正妻，一心待之，乃守之，不离之。不知小娘子可愿嫁给我，生同亲，死同穴。我愿意，我愿意。那就多谢小娘子。